面白さ、こっちも楽しいのよ。よし、じゃあ決まり。うん、ね、お母さん。もう、お母さんたらどこ行ったのよ。もしもし、お母さん、どこにいるの？え、ミュージアム？うん、わかった。すぐ行く。待ってて。え、ミュージアムってどこ？いっぱいあるじゃない。在釜山，以釜山城为中心。周围坐落着很多美术博物馆，被称为文化城区。首先，靠里来到釜山城，在全日本的城堡当中，能够从新干线的站台直接看到天守阁的，只有这个釜山城。现在的釜山城里面成了博物馆，能看到以釜山为中心的背后地区珍贵的相关历史和文化资料。遅いわね、香織ったら。ミュージアムだって言ったのに。釜山美术馆坐落在釜山城的旁边，作为公园型的美术馆，它成了市民喜爱的歇脚休息场所。展示在这里的作品有以意大利为主流的20世纪欧洲美术，乡土作家的作品，以及日本的近代和现代美术。在广岛县立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已被淹埋在芦田河底的中世纪的城区集市草户千轩城区的复原模型。以遗迹发掘的出土文物为中心，陈列着集中反映了濑户内的民间历史和文化的物品。在釜山文学馆里，展示着以井伏尊二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家们的爱用品，并用资料和影像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介绍。以探讨人权的确立和永恒的和平为目的的，展示着人权和平资料的釜山人权和平资料馆。浩劫时代，纪念馆是一个向人们传述纳粹对犹太人的虐杀悲剧、探求世界和平的场所。这里再现和展示着奥斯威辛收容所的遗留物、安奈·弗兰克躲藏的房间的样子及其留下的日记。今度はここ行ってみようかしら。福山自動車時計博物館。在釜山汽车钟表博物馆里，陈列展示着许多经典的古董汽车和钟表等。这是一家以可乘坐、可观看、可触摸、可拍照为特征的体验型博物馆。在釜山还有很多非常吸引人的美术博物馆。
被环抱在爪哇半岛的绿色森林中的中川美术馆。从中国国宝级艺品到中国现代绘画，许多贵重的中国美术品在这里展出。福山也是日本第一的木屐产地。日本鞋履博物馆是日本唯一的鞋履专业博物馆，这里展示着许多日本以及世界的珍奇鞋履。在福山还有很多娱乐场所、体育场所等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在弥勒之乡，除了有高架游览车和轨道飞车等游乐设施之外，还有重现了昭和30年代街区景观的昔日横丁、就地重游等去处，是历时3代的可供男女老少共享其乐的主题公园。福山动物园里饲养着招人喜爱的大象、长颈鹿、企鹅等动物，在这里人们可以直接触摸可爱的动物，作为一个能感受宁静舒心的动物园而备受青睐。这里的高尔夫球场，从面对泱泱大海的球道，到被围绕在林木中的山丘球道，有很多可以边打球边欣赏绝景的球场。从芦田河沿岸被寂静氛围包容着的树木中显露出身姿的明王院，据说807年弘法大师在此开山。正殿的整体是日式构造，而细微部分却使用了唐式的折中格式，它在现存的此类风格的建筑物中是最古老的。这里的五重塔是在全国的国宝塔中名列第5的美塔，与正殿一起被指定为国宝。あ、そうそう、福山市の花って知ってる？バラでしょ？当たり。どうして知ってるの？だって町中バラでいっぱいじゃない。福山市的市花玫瑰。福山市以玫瑰为主的鲜花点缀市容，现在市内盛开着的玫瑰花大约有55万枝。每到春秋季节，玫瑰公园、绿丁公园的玫瑰花坛里，美丽的玫瑰竞相怒放。作为一个静心逸情的休息场所，这里总是吸引了很多人。另外，每年5月中旬举办的福山玫瑰节也是福山的一大活动。以玫瑰为主题的盛装游行和活动，将这座本来就被染成玫瑰色的城市，整个的都浸泡在玫瑰花的香甜里。
到了八月，又会举行夏风的诗语浮山夏日祭。第一天是从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二上吊舞大会，约2000名手里拿着四竹节的男女列队在街上边舞边行。最后一天，在芦田河边将举行焰火大会，大约13000发冲天而上的焰火将夏夜的晴空点缀成一片灿烂。浴衣って気持ちいいね。リンゴがすりって言うのよ。リンゴがすりか。なんだか新鮮な気分になるね。古きを訪ね、新しきを知るってことかな。背后卡斯里是诞生在福山的。19世纪中期开始遍及全国，成为日本三大卡斯里之一。因为肌肤触感很好，这种蓝布被用来制作浴衣，至今仍然被广泛喜爱。福山って何百年も昔から伝わる歴史や伝統がある町ね。そうね。人も暖かくて、瀬戸内の景色も綺麗だったし。バラと潮風、歴史の香る町だな。心癒されるふるさと。好きだな、福山。您的感想如何？拥有幸福感觉之魅力的福山和兵浦，您不想漫游一下这充满历史文化和风情的小城吗？福山的交通路线，乘山阳新干线のぞみ号从新大阪出发1小时03分，从东京出发3小时41分。如果想要进一步充实濑户内旅行的乐趣，还可以从住宿设施齐备的福山出发，去仓敷、冈山地区、尾道地区走一趟，一定也很不错。